东西还拿走啊？啊，还有我呢！你看这事闹的啊！哎，得了，给您添麻烦啊！这就是说相声的跟别的艺术不一样的地方。嗯，啊，你说跳芭蕾舞、跳半截，你不能来过来照相吧？是吧？对。但是说相声是可以的，啊，互动，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是啊，这么些年来，得亏您各位支持我们走到了今天。哎，当然要感谢谦儿哥。那是没有感谢我。我每次上台必须得感谢谦儿哥，怎么？因为我在这个台上只占20%。哟，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，就只是说他们呢，合着没办法啊。怎么呢？不说你说谁呀？哦，我从小学相声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了，捧哏啊。谁站在外边，谁说我？他们也说郭德纲他们家怎么着，郭德纲他大爷怎么着，郭德纲他大妈怎么着，哦、如何如何的。嗯，我们这行就这样。谁站在里边谁应这个活谁拿这份钱，是这样。他没有办法，这不是真的列位角色。你以为我站在台上我说谦嫂如何如何，嗯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啊，你就那么开心，你就让我看出来了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。您又客气了，见嫂子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，那倒是应该。真的，我有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哎呀心里别扭，嗯，工作上的事或者什么事别扭，哦，解不开这个疙瘩，怎么办呢？谁劝都不行，只有嫂夫人。哦，我媳妇劝。哎呀，我跟自己较劲都不行了。嗯，到嫂子那儿去，嗯，一定能够把我说服。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词儿。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。嗯，咱们就当好词儿听，反正。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哎，这谁呀？真的，嫂子也确实是大家闺秀。哎，他谈不到，人家这才是一家人家呢。这个是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。是宦官之后，人家那个不是宦官，是太监。啊，是吗？您是真刚知道吗？家里做官的吗？不是。嗨，哎，做官的倒是他曾祖父做官的吗？啊，那是老年间在清朝负责鹤顶红的品鉴。这差事官运不会忘吧？上任的当天就去世了。啊，那就是来活了，那就是。后来他祖父也就是他爷爷不就说了吗？啊，说咱们别做官了。怎么不做官了？瞧老爷子做官上任当天去世了。啊，咱们还是多活些年比较好。这是好的。所以后来他的祖父，嗯，投名师访高友，成为一个武术的大家。哦，练家子了。那当然了，天下有名的侠客都教过你的祖父。哦，您举几个例子。比如说有一位铁砂掌的大师。哟，那是双手上的功夫，单巴掌挥动500斤的力气。哦，两巴掌1000斤，有能耐。教过你祖父。是啊，可惜这位大侠英年早逝。哟，怎么死的？早晨洗完脸啊，拍爽肤水啊，哎呦，拍个稀碎。这么大能耐跟自己是要使什么劲呢？这个就是这样的侠客都教过他祖父。哦，就拜着缺心眼的侠客吗？那祖父很厉害呀。真有能耐吗？那是 啊，到最后铁兵刃不敢沾手。为什么呀？怕把对方伤着。就这么大本事，出门在外得防身呢。那怎么办呢？带着葫芦，一葫芦就打架了。哎，对方一来人了，老爷子掏出7个葫芦来。还7个呀？有口诀呀。怎么念呀？叮当当咚咚当当，葫芦娃。没有七个，没有七个。一个啊，这差不多一个大葫芦。哦，后来嫌一个葫芦杀伤力太大，那还怎么办呢？从当间切开半拉，半了葫芦，这叫瓢。是他祖父背着这瓢啊，那瓢遍天下。那叫打遍天下。打遍天下无瓢手。哎，好嘛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瓢。好，上下游他全包了。嗯，再后来他祖父就病了。你看，就是瓢的，这就是。你别说这么脏。废话，这瓢的瓢遍天下，可不是病了吗？这个不是，练武术练得走火入魔。哟，真病了。得了很重的病。什么病啊？全身不遂啊。哎，
全身不遂。是的，那叫半身不遂，得了两次半身不遂。好，一边得一回对上了。嗯，但是头脑很清楚，那有思维。哎，而且眼睛能动。这怎么眼睛怎么动？全身都不能动啊，但是眼睛很活跃。哎呦，哦，这眼神很好。嗯，哦，家里说这怎么办呢？嗯，得了，给娶个媳妇儿吧。干嘛这时候成亲呢？当年管这个叫冲喜。嗯，冲喜是什么意思？有一个喜事进门来，把这事儿就冲开了。哦，有这么讲法。这才娶了你的奶奶。哦，结婚了。老两口过门之后十分的恩爱，是生了八个孩子。那是那时候说天底下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我问问您啊，嗯，那个光靠眼神就生八个孩子？啊？这可能嗯啊，行，就别往屋里吊人了。嗯。爷爷个性，什么叫个性？要强，没有要强的事，反正是有孩子，有孩子是有，要不然你父亲能这么嘚瑟吗？怎么嘚瑟了？你想他爸爸那会儿年轻的时候正赶上好时候，怎么？他爷爷挣这么些钱也没来及挥霍，哦，都给他留下了，到他爸爸这儿，他爸爸那会儿这叫纨绔子弟，纨绔子弟，呵，玩大胯子，不是啊？没听说过，怎么说？那叫纨绔子弟，先玩裤子啊。啊，后玩大胯是吧？玩什么？纨绔子弟。纨绔子弟，对，他父亲年轻那玩，嗯，那会儿就穿英国的西装，洋装，意大利的皮鞋，这讲究，喷法国的香水，这世界最好的，特别的香啊。这什么牌子？法国香水啊，你怎么认识这个？特别香，哦，没听清楚啊。什么牌子？嗯，对对，哎呦，可香了。你先别顺着往下说呢，你这。这什么牌子呀？王守义，嗯，啊，十三香啊！我爸爸出门喷一身左脸干啥？我得会呀，我呀不会，您就我得会这个画过发呀。哎，嗨，什么画呀？画发会吧？法国画，嗯，我可得会，反正很香就是了呗。哎，是他爸爸戴那大戒指啊，好家伙，祖父绿的啊，祖父绿的，那叫什么？那叫祖母绿的。让祖母绿的，那还是祖父绿的呀？这个，不管你们，不管你们那个，不管你们啊，就叫祖母绿。反正很厉害啊！就这么一个家庭，包括后来娶了他媳妇儿，嗯，嫂子真好，哦，嫂子体育健将，啊，他是练哎，国家跳河队的，嗯，跳河队的干嘛？什么？跳水队的呀？国家跳水队的，对呀，哎，经常出国比赛，哦，这回啊，英国了。嗯，是过两天啊，澳洲了。嚯，哦，最近嗯，接客了，这接客了，接客就好长时间了，没听说过。这练跳水换工种了，这个接客斯洛伐克，您说清楚了，出国了吗？哎，这不是就爱上接客那儿去，嗯，啊，挺热闹，嗯，那是嫂子还参加过那个全世界的铁娘们三项运动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那叫铁娘们，就是游泳、蹬三轮车、打老太太那个。什么呀？改流氓了吗？这不是铁娘门三项运动吗？别走大字眼了，您就不是，所以说铁人三项啊。所以说，没有人敢对嫂子有非分之想。啊，是的，那个那不是一般的娘们呢。呵，好，铁娘们，嗯，愣，知道吗？嗯。但是呢，有时候从他们家门口过，我还愿意进去跟嫂子聊会儿，嗯，看看老太太。哦，看老太太，看看他母亲，嗯，他爸爸经常不在家，哦，不在家，他爸不在家，有时老出去，嗯，哎，找人喝酒去，门口这王奶奶家、李寡妇家什么，他爸爸不在家，都上这地方去。对呀，啊，就是家里有时就是他媳妇跟他母亲，啊，哦，就娘儿俩，哎，走到你家门口，哟呵，谦儿哥的家到了，就爱上他们家玩去，是吗？住平房，哎，比楼房舒服，是，抬手拍门，哦，啪啪啪。这是拍门的吗？这个我啪啪啪啪， 你换个方式，嗯，就得这个。哎呀，这过瘾呢，你别的不会，嗯，一敲门，嗯，听里边出来人的声音，就是嫂夫人。那怎么听出来？一边走一边还唱着呢，哦，
啊，他喜欢唱。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，哎哎哎哎，情人郎你老没回来，哎哎哎哎，解开了香罗带，我是露出了兜兜来，脱毛裤啊，哎呦又穿上，这好。什么天你连毛裤都穿上了。门分左右啊，嫂夫人出现在门前啊，来了，穿着个超短裙，这场合穿超短裙在家里怕什么，又何况不是那么短啊，到哪儿啊，锁骨啊，那不是超短裙，那叫假领子，知道吗？超短裙上面这边在锁骨的上头，我问下头，在锁骨的下头，这边还这么长吗？这个啊，嫂子您挺好的啊，嫂子可大气了，他说死鬼，哎啊，缺德的啊，哎呦，提上秋裤就不认账了，好，这毛裤换下去了，嗯，上家去吧，嗯，那个谦哥在家吗？哦，你来的正好，嗯，刚走，哎，刚走，刚走叫正好啊。那个老太太在屋吗？看老太太，老太太在那屋呢，哦，平房大院，是我得看看你母亲，应该的，你妈就是我妈，您。哎，一打开门，嗯，老太太坐那儿弹钢琴呢。哎，我妈好这个，这是一般的老太太吗？是吧？啊，戴着个金丝眼镜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嗯，有文化。坐在钢琴这儿，上面放着谱子，还有谱，离着远瞧不出来啊，哦，隐约看见柴可夫斯基也不什么什么协奏曲，这还挺高端，不敢打扰啊。嗯，老太太那儿咚咚咚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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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妈坐猪圈里弹钢琴呢，没听说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，这是什么柴可夫啊？这送柴火那个司机写的，哎，这啊不怎么样，我哪懂这个玩意儿去啊？哎，一曲终了，哦，老太太一回头，嗯，还是猪八戒走了，这是啊，嗯，老太太回头啊，瞧见我，嗯，兄弟。等会儿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我妈管你能叫兄弟吗？你这个人有问题。我怎么有问题？咱俩人跟亲哥们是一样的呀。对呀，啊，对不对，啊？我拿你母亲当我的亲娘啊。那就应该的呀。我这一进来，老太太看见我了，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德刚来了啊。前两天还念叨这小子怎么不来看看我来，哦，他们说你忙出门演出去了，没想到说你你就到了。今天看见你，我真高兴。嗯，这么一段话，你听成了兄弟。我这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？我这怎么都听乱了呢？这娘啊，您挺好的啊，好，快坐那儿子，嗯，最近挺忙的吧？哦，还行，托您的福，哎，老太太您挺好，还行还行还行，哦哦哦，啊，今儿你来了赶上好日子了。怎么？今天是我生日哟，您赶上了。哎呦我的娘啊，啊，您高寿啊？是我生于昭和1926年，对，日本人，您老太太日本人呢？不是，我怎么按那儿的算呢？我出生那天，我们院里招了一个姓何的来了啊！别提这个，我有点印象。那人26岁啊，哦哦，到今天我也不老小的了。是，等了，那个，嗯，今儿来了，好好的，一会儿咱们吃寿面。那好，喝点寿酒。哎，哎呀，娘啊，我不知道您过生日，嗯，啊！要知道您过生日，我不能空着手来呀，啊，还要送礼啊。老娘，您坐好了，您我给您念一个增福增寿经。您还会这个？老太太说：“听经哪能坐着？那你等我躺下，躺下听经。”老太太躺好了，拉过白床单一盖。哎，得，这就要送。哎，念吧。哎，对，我这志志诚诚，嗯，给你母亲念这增福增寿经。是，道长成就，振气江长，摘竹千乘，上香设拜。太下海中巨扬声号，苦海滔滔孽子招，迷人不行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往在世上走一遭。这是增福增寿经吗？这个接地接地不是接地不是僧经的僧经。这你划着船来的是怎么着？巴扎嘿，这什么都有，这里头怎么那么乱呢？我哪懂得这个去，哈哈，表一表我的心意得了，心领念完经了，我一看好，老太太睡着了，
你瞧，没听进去啊！上岁数人家就听着听着，哎呀，困了，叫多呀，我也不敢动了。是啊，你看这会儿功夫门一开，谁呀？你媳妇进来了，她看看我，嗯，啊，对了，睡了睡了啊，哦，嗯，啊，走走啊，回来，怎么意思？你们俩这满脸跑眉毛的这个。老太太睡觉了，她叫我出去，啊，帮着她上厨房做饭去。就做饭就做饭，你说不就完了吗？她把老太太吵醒了呀。哦，我们俩一前一后。嗯，你们俩是做什么心虚的事儿啊？到厨房，嗯，把门关好了。哦，插销插上，把帘儿挂上。你们干嘛呀？做饭。做饭关门撂帘儿干嘛？平房这屋没有抽油烟机，哦，万一油烟子出去给老太太熏着怎么办？哦。怕给老太太训着，嗯，你们就不怕训着啊？我们会人工呼吸，不用脏心烂肺。不是你说清楚，做饭呢，我们正忙着呢。啊，外屋打起来了，谁跟谁呀？你母亲跟你那儿子。哟，这怎么会打起来呢？于谦老师有一儿子，是淘气，这小孩嘛，没有这么淘气。当然家里是真宠，那是啊。你想这孩子这个名儿就很富贵。叫什么？张王李刘赵孙杨。好家伙，这几个姓没有一个姓于的。你这就如同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啊。不用这样，张王李刘赵孙杨。哎，进门一瞧老太太睡觉，他可得意了。啊，是因为你母亲好抽烟啊。对了，有一个烟袋啊。现在老太太抽烟的很少了。是是，你母亲呢，抽不抽搁一边，这是一个念想。哎，怎么个念想？好家伙，乌木的杆，白铜的锅，翡翠的嘴儿，真讲究。这是你母亲的陪嫁。好家伙，四五年了啊。四五年了，陪嫁四五年了。1945年嘛。嗨，您说清楚了。就爱这个啊。想当初闹日本鬼子，哦，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，嗯，一队把你父亲押出来了，哎呦，一队就把这烟袋搜出来了。好家伙，日本军曹拄着刀告诉你母亲说，人和烟袋只能留一个。真狠！你妈哭着眼泪哗哗的啊啊！一指你爸爸，是是，把他弄走吧，把他弄走了。你父亲抓走的转年生了你大姐，啊，你想那时候就日子啊，确实是，不对，怎么不对？等会儿啊，转年得走转年生的我大姐，转年年底得说啊，年底也不像话呀 啊这怎么回事？不是你爸爸半截跑回来了，哦，跑回来，哎，你爸爸到了那个日本兵营，我得跑啊。对呀，你爸爸就。往外跑，哦，一跑呢，哎，日本鬼子一枪给他撂那儿了，这还是没他事啊，这里头不是打腿上了，没死了啊，哎，一转身掉山涧底下，还摔死了。不，山涧底下他有草，没死，掉石头上，好，还是摔死了。不是他踩着石头，他爬上来了，还是没死。哎，一上来日本兵等着了，当，你折腾我爸爸干嘛呀？我折腾我行不行？这还没有用，你就不你说清，这都不重要啊，不重要，啊，这太重要了。这反正这个烟袋很重要啊。这怎么着了？小孩跟这玩烟袋，啪嚓，烟袋碎了。哎呦，你母亲一撩这白单子，噌就起来了。是啊，我要咬人呐！怎么了？这是呆子，嗯，还孙猴追这孩子。哎呦，娘俩跟这院里边打起来喽。哎呦，多热闹！孩子哭，大人闹啊。厨房里边我跟嫂子就听见了。那还不听见？嫂子一听，不对呀，啊，啊，这是我儿子哭啊。他听得出来这个声音，我熟悉啊。是张王李刘赵孙杨，别提这名了行吗？哎呀，我得赶紧救我的儿子。哦哦，站起来，开个插销，拉开窗帘，推开门，往外就冲啊。早干嘛去了？哎呀，我儿子这是怎么的了啊？你先等一会儿啊，怎么连衣服都脱了？不是刚才热把外套脱了。哎，您说清楚。哎，他一出去我也得看看去。就是啊，这好模样的。 你连裤子都脱了？你们到底是做饭的吗？这个到院里去吓死我了。怎么了？你媳妇跟你妈打起来了。他们俩爱打起来，好，裤衩满天飞呀。嚯，动了手了。我也不能搭茬，我也不能说话，我也不能劝。那是站边上我跟傻子似的呀。嗯嗯嗯，啊，哎呦，你媳妇真急了。是妈，我跟您说啊。说什么？您说出大天去您可以，您管孩子，嗯，我不拦着您，不能欺负我们孩子。哦，是是，您看我儿子哭成这样了啊。嗯嗯，我可怜的张王李刘赵孙杨，你别提这个了行不行？啊，您要这么欺负他，我跟您说实话吧。哦，这儿子不是于谦的。老太太仰天长笑。哦，你以为这个玩意儿就降住我了？是于谦还不是他爸爸的呢？没听说过。
后来啊，他这个不行，这玩意儿没有连续的。嗯，我就爱说点于家的真事儿。哪有真事儿？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不要往心里去。嗯，因为真有那个道德表演技术家们指责我。你为什么老说人于谦的爸爸？嗯，为什么离开人于谦家人就活不了？哦，其实我们说了好多跟他们家没有关系的节目。是啊，啊，人们不爱理。哦，我说了一万段诗词歌赋，学昆曲的他不往心里去。哦，这里边有一个屎橛子，他就咬着不放。你瞧，咬这玩意儿。其实好多时候人给别人提意见的目的不是希望你好。哦，啊，是拿你的不足弥补我的平衡。哦，啊，这是什么这种心态？你说这玩意儿，你看电影啊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嗯，电视剧啊，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啊，你也知道是假的，假的你还爱看？那是啊，那儿一举枪躺地下直哆嗦，你也知道是假的，那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？啊，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嗨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你以为我在台上这么说，人家这于老师人家愿意？当然，于老师想的是为了艺术。于老师，为了弘扬民族文化，振兴传统艺术，我在台上说你这些个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哎，他把我给豁出去了，你想什么？我你这个可以，你这不是可以说这？嗯，那再来一个啊！您把我摁瓷实了，您再来一个。这个就跟唱戏似的，你比如这老艺术家95了，京剧小生。95，他上台，他演这活也是个孙子，啊，没有胡子吗？你不能说他都95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尊重人啊？哎，慌，你这玩意儿就欠一大波溜吧，是吧？嗯，5岁的小孩带个胡子上台唱戏，5岁他演的也是个爷爷，这老生吗？啊，你说你在这上面较真儿啊，这矫情，你这人生太不幸福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说，很开心能干这行，因为大部分观众是理解的，是，除非别有用心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那就这些年来，谦儿哥也好，高峰也好，人家各位帮助着我啊，我们走到今天，您太客气，确实不容易，您太客气，真的去。当然，于老师跟高峰俩人私交也很好，主要是高老师，哎，高老师很辛苦，我们就住街坊啊，对对对，高老师在哪儿？老高，高老师在吗？哎，来来来，来吧，一块聊会儿。哎哎，高峰，我师弟，是我们仨师兄弟。对，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哎，谦儿是石富宽先生的弟子，没错，哎，高峰呢是范老师的学生，就是，范老师是范导爱，哦，去，你别瞎介绍，人都快信了啊，哦，我师父叫范振玉，啊，哦，范振玉，哎，老艺术家，哦，翻译过来是范导爱，嗯，不，没有，没有翻译叫范导爱，去，你别跟人捣乱了，他，就一个名字，范导爱，就是，哎。他开玩笑了啊！你这个腿儿地的太瓷实了。那当然了，嗯，范振玉先生，范山玉先生，山玉干什么？卖白薯的啊！振玉，很遗憾，嗯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。那倒是，自然规律，哎，我师父活着呢啊！好家伙，您这瞬间说死一个，您这反应多快，啊，你这吧，这还快呢。谁的师父谁惦记？那是，我信这话也过分了。怎么呢？你这话应该呀，9月1号以后再说，好好，就这么几天了，半天。哎哎，你别许给他，回来他讹你。好，这碰瓷儿还博博不到是啊。这个在一块儿说相声，说了好些年了。哎，有日子。尤其他们哥俩对我真好。怎么？这是在德云社晴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哎呦，您夸奖。真的，实话实说，他们哥俩呢，下了台私交也非常好。我们住得近。我住的北京的北边。对。我那都到了沙河那边。您瞧。我墙那边张家口的口音。嚯！人他们俩住锦南头，哎，他们住的那个天堂河，嗯，好，这都是北京人。天堂河那是公墓，知道吗？住八宝山那儿都得烧了吗？抬杠吗？这不是？这话也对。天堂河那没有别的小区吗？啊，也有住宅。对，他俩在那儿住一人一套烟景房。嗯，烟景房啊，哎，你听这词儿多好，烟景房，一年四季这都给暖气。哎，对了，还不花钱呢。我们住的炉子边上啊，哎，俩人挺好，烤烧饼方便。俩人演出来一块来，对，演完了一块回去，就搭伴嘛。平时在一块喝点小酒，是喝点茶，对，吃饱喝足了，院里一遛弯，多好啊！我特别想跟他们一块，离着远，是我不能打北边吃完饭上那儿遛弯去，犯不上。我到他们那儿我又饿了，
哎，好家伙，人他俩人吃饱喝足了，揉揉肚子哈。嗯，院里边请请，喝你请，哎，互相都客气，请请请请请请请，嘿，哎，还去不去了？天都亮了啊、哎！好家伙，客气一宿。哎，这儿小区里边现在小区都很棒，对，那风景也很好，哎，绿化不错。哎，高峰、于谦俩人遛弯，嗯，走着走着，嗯，哎呀呀呀呀呀，看见什么了？有人不讲公德心呢？怎么？养的小狗在这拉了一滩便便，嗨，说狗屎不就完了吗？于老说：“你看他们像话吗？”就是我自个儿出来，我都带个小铲，带塑料袋。好家伙，我也在外边拉呀，你直接拉塑料袋里，要铲干嘛？我回家不好吗？哦、对，瞧你们给我出的主意。哎，这小狗拉的好家伙，得三十斤，嚯、嗯，这多日子没拉了，三十斤，好家伙、嗯，俩人看着。你这不像话呀、啊！得批评批评，就是啊啊！于谦看看这个，嗯，高峰也看看，就是，哼，乐什么？这有什么可乐的？于谦乐了，嗯，高峰，嗯，敢吃了吗？哎啊，这叫逗着玩儿，什么朋友这？你要敢吃，我给你10万块现金，这叫打赌，多少钱也不能吃、啊。高峰，我去你的吧！就是，真是，你带筷子了？哎啊，什么乱七八糟？要这餐具呢，合着，谁出来带筷子是不是？哎，我倒不是说不敢吃，我怕你笑话，没有勇气。嗯，什么话这都？多少？嗯，10万。嗯，税后啊。嗨，对，这玩意儿讲清楚。那是，哎，真是，嚯，好，好家伙，看这意思不用打赌，我也想吃这个，很迫切。吃完连地都舔干净了。哎呀，不糟践东西。嗯。整个的小区就这块地干净，哼，连土都没有。哎呀，高峰啊，这剔着牙，嗯，呵，还是咂摸滋味呢。嗯，哎呀，那狗吃韭菜了。哎呀，呵，我吃的太仔细了，我。姓于的，嗯，拿10万，这不能白吃啊。钱乐的都直不起腰来，啊，看着好玩啊，认赌服输。但是。出来遛弯谁带着10万块钱现金呢？没错，又要耍赖，回家给你，回家给你先欠着。俩人往前走，嗯，走着走着，哟，又怎么了？又发现一滩，还不少。嗯、这滩比那滩大，哼，这就没有这么大的塑料袋。嗯，这得多大狗啊？这个俩人看这堆，呀啦嗦，没有那么唱了，这没有那么高，联想还真丰富，他这个。嗯高峰看看乐了，嗯，于谦嗯，敢吗？哎，敢吃吗？报仇的机会，敢吃吃，我给你10万块，这叫报复。谦儿乐了，嗯，你以为我跟你似的？是，我带着勺呢，呵，我就为这泡屎来的，有备而来，嗯，哎嘿嘿嘿，嘿，还烫的，好家伙，哎，爱吃的烫嘴烫心，吃凉的我醋心，对。得加一热字，嗯，因为谦儿胃口不好，对，吃干干净净的，嗯，吃完了，哎，勺都舔干净了，是了，揣在这儿，还挺讲究。高峰，嗯，给10万块，要他的。高峰乐了，嗯，你是人不是人？怎么了？你出来没带10万块，我出来就能带10万块，那怎么办？都没带，得了，嗯，你也别给我，我也别给你，扯平，请，请，哎。哎，别美了！你放学了是怎么着？我这丰收，你像话吗？合着我们俩人一人闹一肚子屎就完了是吗？太不像话了！还想吃别的吗？去，我们俩出门就为这泡屎来的，别开玩笑啊！所以他们俩好。哎，您说关系近，还是室友？嗯，去，什么词儿都是。哎呀，一说一乐。嗯，因为什么呢？相声讲究雅俗共赏。是，对。雅要雅的那么俗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它是辩证的。太雅了不像话，嗯，无与你焉有何花？好话啊，太雅太俗都不成。是要照顾不同人的口味。哎，啊，他们俩的口味当然很独特。哎，这我们倒很统一。那是那是啊，嗯、吃得好常来啊、哦，还常来呢。好了，到了于老师唱歌的环节了。哦，哎，哎，老高，哎。顺不顺？哎，这个过桥很讲究，那过不了一句就过来。还是咱们学去吧，来吧。于老师会唱歌，爱唱歌，唱的也好啊。没有，不急。你们大伙喜欢听于老师唱歌吧？啊，哎呦，谢谢大老板不走就等您这个。谢谢您，您得来了。这每次到这儿我就特别不好意思。嗯，
但是不唱又不合适。您说唱什么？咱们简单几句。假行僧啊，我知道你们也提不出别的，因为我也不会别的。经典歌曲。对，因为以前就只听过这几首。假行僧，咱们唱几句好吗？太好了。来。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瞎闹瞎闹。哎，太好了，不值一唱。唱得很好，没有，就是，这一定是吃了什么东西了，他才。哎，您不是刚才说了吗？吃什么？对，来，高老师，您也吃了，赶紧唱了。嗯。我，哎，我不唱这个。你凉的吃，这不好听啊。对。高老师的嗓子好啊，我出一个头，高老师接一下尾句，你们就知道他唱的多好了。嗨，我高老师来个现代戏好不好？一般不展示这个。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，这我拿手好戏。我唱前面，高老板唱一青松。高腔交给我，您各位听听啊。哎，幺幺幺，去去去，等会儿怎么了？这是你说高腔交给我了，你起这么低，我唱不痛快啊。这起高，起高点哦，让于老师笑话，回头对吧？嗯，起高点，嗯。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高点儿。一要你舍不得唱啊？是怎么？我这高老师，高老师，我拦您一句啊。唱列宁那能力？不不，我拦您高兴，拦您。别些废话，别提列宁。干嘛？拦您高兴 啊？您说，我得提醒您一下啊，这调可不低了啊。后面那是翻八度的，那还高呢，那比这高多了。啊，那个才跟你有关系吗？跟我没，我提醒。讨厌这画蛇添足的，是他唱上句，我接下句，这里没有于谦的事儿。我唱不上去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了，今儿既然来的这儿，来这么些朋友，这么晚没走，咱得好好唱。可以啊。今儿我让你，哎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。哎，我碰不上好人了，我这个。来来来，列位，啊，随便随便。看见了吗？什么呀？这就叫同使操歌。哎嗨。啊，净整这名词儿还，啊，再高点，哎，再高一点，啊，再高一点，啊，哎呀，整个一老娘们儿，你看，尽你所能吧。我来不了，我没吃过你们的东西。哎去，我们也没吃。要再来，要啊，那行行，要可以。学那，泰山顶上，嚯，嚯，一轻松，注点意啊，我听着呢。一轻松，行了，谁跟你握手了？要脸不要脸，还跟人握手呢？你先伸的手啊！我先伸的手，是让您别跟这煽动大伙了。怎么样？有点谭元寿那意思吧？什么就有谭元寿的意思啊？唱多好啊！您不，我听见什么了就好啊。让您哪儿我就听您这，哎呦，您这大便干燥的腔啊，这都就这种语言，你这是不是翻上来了？翻什么翻上来？不对，您这没听清楚，还是吃凉的还是不成？还是吃热的唱不滋润，不滋润啊！不是你什么玩意儿没听见呢？咱白唱了啊！人家根本没听见。什么？他说呀，他没听见。大什么？他没听见。大点声！你耳朵都震聋了，咱这嗓子，你你们俩这都是真的假的？这都是。哎呀，震耳欲聋嘛！哎呀，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？太棒了！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。这回认真听了。穿，哎，行，穿呐，穿油，来穿。嗯，林海，跨雪原。哦，嚯，气声唱，还有脑袋，那那儿来吧，在那儿啊，气中霄汉，注意听着啊，我听着呢，霄汉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行，京剧窝子，哪儿就京剧窝子？哎，这回怎么样？您给点评点评，干嘛了？还非得我说啊？你看我挺尊重您的，点评，哎，指导指导，行。啊，您这艺术用个网络词汇形容比较确切。怎么形容？就是蛋疼。完了，
我不尊重您了，什么词儿这都是。哎，你是不是下刀时拉错了？哎，没听错，我脚着有点软软乎乎的。来，我们再搞一个好不好？哎，我还上瘾了，就爱跟您唱。哎，这破玩意儿还上瘾呢。对喽，嚯，都开始了，开始半天了。来，哎，走，唱什么戏？你早问呢，我忘了，没听说。你再唱一个，我给你编一个吧啊！哎，《红灯记》哦，狱警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，出监是我的啊，听你的。行，这回彻底没声了。嚯，好戏，老美华的，老美华，老美华的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太好了啊！这回怎么样？格不格？怎么还问我呀？你老师嘛。行，我这评价一下哈。哎，对对对，您这玩意儿反正这么说吧，啊，这要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。很不礼貌。就这样了。我给你俩拿馒头去。哎，这回来回来，吃得惯吗？粮食还吃得惯吗？去去。还行，要不先狗吃一遭。那个好消化，得救点什么是吧？啊，您太不像话，这叫轻视艺术。哪有艺术？您这玩意儿一般人来不了，谁都能来。你能来吗？我谁都能来，我怎么就不能来？太好了，大伙鼓掌，让他来一个。啊，您来，您这儿来，这你躲开。我看不起你，什么叫看不起？你说咱不抬杠啊？你说高腔咱上不去，这玩意儿不出声谁不行啊？不出声，准备好了吗？问你呢。哦。哎，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？净这路话。哎，要不要喊个嗓子？还喊喊。还吃了猫头鹰了是怎么着？还行，还行。要不要试一个调门啊？好啊。啊。哦，那你高一点不行吗？啊。哎，对吗？啊。你再高一点儿啊！哦，尽你所能吧。你学我，你好不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就是来，开始了啊！一见公子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起心间，站立宫阿门。来吧 ，please。It's your turn.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来，这不是较劲吗？你先。不是，哎，来呀！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，是吗？哦，怎么样？哎，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不是谁都行吗？废话，嗯。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？哪点缺德了？本身这段调门就高。是啊，前面低的还往这么高了唱，那后边高的谁都唱不上去。我可以试一试。你瞧，好，有型的啊，你能试你来。我当然跟你们两位是比不了，我肚子里没货，知道吗？不用说那个，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后头。啊，我还起头啊。来，起高点，听听好吧，来吧，往下压一压。这热的就是往上翻了。哦，对，来啊，来！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着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，真好！你捧我干嘛？哎呀，老好了！你捧我干嘛？哎，你吃什么了？唱这么好、啊？哎，姐不用问了，问完也是病。再来，来吧！站立宫阿门，叫小凡。上去了，谢谢谢谢啊！哎，这个老跟这儿演出，就是跟北展熟的不能再熟了，常年的地。对呀、啊，我当年刚进北京的时候，听同行说，一个说相声这一辈子，如果有机会在北展的台上说一段20分钟，那这一辈子就很圆满了。哦，当相声没有这么大剧啊！我当年我就信了他们了啊。后来这10来年，我们是拿着当日子过，我才知道上当了。经常演，其实得感谢观众们。
对啊，得感谢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。是，今天来这儿演出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，嗯，有的您认识，有的您不熟悉，嗯，叫他们出来，咱们聊会儿好吗？哎，好，好，再见个面，来。咱们挨个介绍，打那边高峰高老板。好，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啊，这俩穿紫大褂的，这是我们相声新秀，也是相声有新人的优秀选手，我那战队的啊，张潘刘全淼，这个长得像冬瓜一样是我的徒弟啊，郎鹤炎思密达，这是我们现在力捧的小角张鹤伦，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，哎，侯爷，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来吧，咱们人也都齐了，嗯，大伙儿一块儿唱个小曲儿吧，好吗？好，我领着唱，你们跟着合苏，都往前站，快来，快来，来吧，唱一个大西厢的云苏调啊。嗯嗯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。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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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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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呐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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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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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